这是机场，这是护照和机票，这是要登机了，这是手牌哦，这是飞机餐，这是飞机的日出，这是机场的警犬，这是釜山，这是美丽城之影，这是乌云密布的海云台，这是釜山电影节海报，这是龙虾，这是生章鱼，这是女演员妆前护肤，这是化妆品，这是在化妆，我准备去红毯，这是露背装，这是典礼会场，这是徐伟宁，这是柯震东，这是李正和，这是颜真啊，这是红地毯，这是典礼舞台，这是文俊辉，这是女团 Earth， 这是唱歌很好听的李承韵，这是入围最佳女主角的斯佩。这是猪肉汤饭，这是小编的釜山行，我会再回来的，拜拜。